在风水上养两条鱼有何影响？如果养两条鱼会带来什么反效果 ？B， 那是有一个什么养鱼风水协会跟我们分享的。养两条鱼怎么了？养两个好像就少了，对吗？哦，对哦，可能我都觉得我在养我老婆，所以养一个就够了。哎，那真的是油嘴滑舌了。啊，真的是啊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